跟大家非常的抱歉，造成社会大众的困扰。我还继续发钱，但是我会用更好的方式，绝对不会再有这种行为发生了，绝对不会再有这种活动。深感抱歉，深感抱歉。网红新一区豪撒十万保推挤，二度鞠躬道歉，会继续发钱。八哥，网红 Mr. R 昨天深夜在新一区发起扫钱活动，吸引上千人抢先民众嗨爆。即便十号 Mr. R 曾发活动预告提醒民众要小心安全，勿带小孩、孕妇、长辈来。发完前后勿逗留，还保证是发1000元整钞起跳，引发广大关注。等下我去 rap， 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而周末本来就有打皮人潮，当活动开始时，民众开始拔腿狂奔。接着是信封开抢，有人跌倒，险些被踩踏，让网友直呼根本是信义区版的梨泰院事件。할로윈을즐기러많은사람들이주로이태원을온다나봐。而撒钱活动造成严重推挤，疑似有人受伤，吸引警方到场关心。还有人说捡到假钞，对此 Mr. R 在 IG 限动回复：“假钞是培根发的，我全部是真钞。”并贴出培根发假钞的影片，强调自己当晚发了10万元，本来还要继续发钱被阻止。事后 Mr. R 也发文：“我不会为了发钱这行为道歉，谁要发我都支持，但是我会为了造成大家困扰推挤道歉。不知道这么多人来，以后不会再这样发给大家了。”不过 Mr. R 涉及公共危险及社会秩序法，11号一早他到派出所做笔录，也再度道歉。这个活动发钱，如果是有人发，我也想来。我本意没有恶意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多人来，再次跟社会大众、所有媒体朋友还有派出所道歉，先跟大家非常的抱歉，造成社会大众的困扰。我还继续发钱，但是我会用更好的方式，会规划好。我有在洽谈孤儿院跟流浪动物之家，会合法合规的发动大家一起发钱，绝对不会再有这种行为发生了，绝对不会再有这种活动。深感抱歉，深感抱歉。